老年人面对的物价压力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大。主机总数是编了高龄家庭 CPI， 发现在通膨最严重的去年，年增率飙破3%，达到3.12%。我觉得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身体的关系嘛，老龄化。可是我觉得以台湾的医疗进步来讲，有这个健保还在，应该是还好。变老之前就是最好要有一栋自己房子啊，不然其实现况就是租房子的房东都不想租给老人啊。因为台湾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65岁以上高龄人口越来越多，主机总处明年起将按年编布高龄家庭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。从市编数字来看，成员都是65岁以上的高龄家庭，111年 CPI 年增率3.12%，全体家庭2.95%。当然年轻人花比较多，因为比较省钱。因为长辈年老了嘛，如果说没有保养好的话，都会生病啊，医疗就是比较负担。你看他们都有请费用啊。老年人通常可能都有自己的，比如说退休或者什么，他有一些金钱在那边。那现在上班族可能现在物价高嘛，他存不了什么钱。那基本上有小孩的话，根本月光族可能趋近月光族了啦，是一个讯息啦，哈，就是说啊，在未来啊，可能就是说，当面临这个高龄，它的相关的这些啊支出啦，哈，相关的这个价格会相对比较高，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其中高龄家庭花费高于全体家庭的部分，以居住类差最多，第二是医药保健类，接着是食物类。如果是全体家庭，开销在衣着、交通及通讯、教养、娱乐和杂项都比高龄家庭来得多，不同年龄的支出有明显差异。 TVBS 新闻消息场黄俊伟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